等一下呢，10:10，十点。再抽一个哦，因为就可以到台上来。柚子斑斑12号，可以挥个手吗？有在现场吗？哎，乡长，乡长，你我过来啦，你进来，我去送那个柚子啊、哦。花坛在咱八卦山脉边啊，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个气候跟土壤，那很适合种植的一个笋。那伫遮有100里的话风景，咱呢伫遮是四号嘛，有这个啊将近要30风景哦，甲咱的这个啊茉莉花茶，咱的公所、咱的农会足用心的，甲咱的地方的这个啊产物透过咱的活动不断的甲伊行销哦。所以这几年来，大家拢知咱中秋食温蛋，但是呢霜降之后就是像即马这个。吃我们的西施肉是上甜上有水，而且呢它的肉 Q 弹有劲哦。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公所农会迎接啊这个圣诞 party 秀，圣诞 party 又来了哈、哦、那同时把我们的柚子，那也把我们的茉莉花给营销出去。那现在农会啊这个少年中按出金饼哈、哦、那跟我们的三品啊结合五谷跟结合我们现在的包装，那我们在日本东京展的时候也接到我们日本的单子了哈，那现在也把我们彰化茉莉花茶也把它行销到日本去。那今天呢，现场啊有 DIY， 有非常多闯关，闯完关还可以拿到我们好吃的西施柚，同时我们有限时的买一送一，买一颗送一颗，买一箱送一箱，买10箱送10箱的活动，欢迎大家多来品尝我们花坛西施柚，还有来品尝我们这个啊香又有这个好喝的我们的茉莉花茶。那现在还把茉莉花跟柚子又结合做我们的茉莉花的这个茶冻哦哈。也是我们的顾哥哥哈、哦，还有我们这个主席以及我们杨耀聪立委参选人。让我们茉莉花能够外展哈、哦，那特别谢谢。好，那。